顶换灯，四三二一，请唱。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。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用心的。很抱歉被淘汰，就是蔡爱佳，很抱歉。来来，小心爱佳同学，请我两位往前站一步。来，易贤，你一起上这边来。他们呢，表现得非常沉稳。是，其实今天两位表现真的非常的不错。那一家同学，说句老实话，今天我看你在我身边，我也是非常惊讶，能唱又能跳的真的不多。今天你站在这里，有什么话对你的朋友们说吗？真的要谢谢你们到场来支持我，要谢谢评判们啊，一直以来给我的鼓励，彼得老师，还有大风吹，还有呀，我要谢谢 Claire 呀，谢谢他们的支持。那我也知道呢，你的校长Dr. Boone 也给你很大的支持，对不对？有什么话要对 Dr. Boone 说？对不起 Dr. Boone， 我让你失望了。可是我要谢谢你这一期来一直给我的鼓励，然后一直在学业上面给我 a lot of excuse 呀、好的、谢谢爱佳，也希望爱佳呢可以勇于冒险，赶快踏出这一步，下次来给我们更多的惊喜，好不好？爱佳，再次给掌声鼓励鼓励，掌声给爱佳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参与，谢谢爱佳，请爱佳坐坐，非常稳健。在这里要恭喜我们顺利晋级的 Sharon， 你没事吧你？哎呦，你哭什么啊？不要，为什么哭？来晋级嘞，什么想法现在？很谢谢大家的支持点，对不起我让你们失望。不会不会，不要这样讲。下一次个比赛呢，表现好最重要，对不对 ？OK， 继续加油哈！恭喜 Jared， 恭喜恭喜！再次欢迎其他晋级的朋友一起上台来好吗？好，欢迎我们今天顺利晋级的同学们，是他们的感情比较好，哭成一团了啊！是，也要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，Kelly 潘嘉丽。彼得老师以及元帅，谢谢。还有呢，我们下个礼拜将参赛四位同学们已经准备就绪，蓄势待发啦。是的，观众朋友想要知道更多我们节目的详情呢，也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来去浏览，以及同学们的部落格也可以看一看。是，感谢你们收看，请记得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U 频道，校园是不是上，我们一定 pass。下课啦。许下，可是现在开始，偷偷特别重要。